大家好，今日行街街，我哋去到旺角元普道雀鸟公园。我哋坐地铁去到太子站嘅 B1 出口，就会望到指示牌去元普道嘅雀鸟公园。上到地面，我哋会睇到太子道西嘅路牌，沿住呢个路牌，我哋向花墟前往。经过咁靓嘅花墟，我哋都欣赏一下。跟住我哋大约行到帝京酒店嘅对面，就会见到元普道嘅雀鸟公园。雀鸟公园有两边入口，一边是楼梯，另外一边是斜路。公园里面亦都有洗手间，大家可以方便方便。今日是星期日，入到去的人流不算多，可能由于疫情关系，有些店铺都没有开门。雀鸟公园入面除了有雀鸟售卖，亦都有相关的产品，例如雀笼、饲料、玩具等等。雀鸟公园在旺角闹市之中，大家可以很方便带到小朋友过来参观一下。今日的介绍到此为止，再见。